把我的妹妹，就这样，陌生的神灵带走了我的妹妹，我也被神封印，失去了原本的力量。曾经跨越诸多世界的我们，受困于此。 那究竟是多少年前的事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会想办法查清楚的。醒来以后，我总是一个人流浪，直到2个月前遇到了你。嗯，那是多亏了你，否则我大概已经淹死了。所以我会努力做一个好向导的。该出发了，我们走吧。 走了，那就爬上去吧。攀爬会消耗体力，体力用光的话，需要时间来恢复哟。那么，就按照我们说好的路线出发。目的地是七天神像。在这个世界的七位神灵里，不知道哪一位才是你要找的呢？ 就是七天神像了。神灵的造像散布在大陆上，象征七神守护世界。在七位元素神灵中，这一位掌控的是风。虽然不知道你要找的是不是风之神，但我先带你来风神的领地也是有理由的哦。
众所周知，语言与诗歌随风飘荡，其中一定会有你妹妹的消息，我是这样想的。当然，能不能得到神的回应，就只有试过才知道了。那么，就加快脚步吧。直接游过来哦。呀，是不是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元素了？看起来你只要触碰神像，就能获得风的元素力呢。这个世界的人想要获得力量，绝对不可能像你这样轻松。嗯，因为你本来就不。从这里向西走，就可以抵达自由城邦蒙德。蒙德是风的城市，在七神中供奉。能从神像获得力量的你，会不会在那里找到神的线索呢？而且
蒙德有很多吟游诗人，说不定能打听到你妹妹的消息。好，那就出发吧。这个世界的元素回应了祈愿，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好兆头哦。这就是你刚才从七天神像获得的风元素力。哇，好羡慕啊，我也想有这么帅气的战斗方式。什么巨大的东西在天上飞？它往树林深处去了，我们小心一点前进吧。哦，你看，不用怕，放心了，我回来了。他在跟龙说话。
谁？什么？肯定和那个跟龙说话的怪人有关系。嗯，我明白你的担心。哎，那是什么？那块大石头上闪着红光的。我们靠近一点看看。小心，他给我的感觉很不好。从没见过这样的石头，没法确定它是什么，只能知道它很危险，先保管起来吧。嗯，回收完毕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呀，是秋秋人！不要放跑他。荒野上的怪物正在靠近城市，我这次的任务就是来清理他们的营地。小菜，不过没想到，原来你也不是没有战斗能力。谢谢你刚才的支援啦，这一战感觉如何？说起来，这种生物一般不会在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建立营地吧？是啊，他们本该只在荒野游荡才对，但最近风魔龙经常出现，果园被摧毁，商路也受到了影响。风暴爆发时又经常有人受伤，所以骑士团要分心防御。所以这些凡人的生物活动范围就越来越近。是呀，不过今天又清理了一个营地，还是很有收获的。跟我来吧。
认真负责的好骑士要护送你们进城了。